主料：土鸡蛋6个，白糖100克，低粉100克，色拉油40毫升，水100毫升，玉米淀粉10克。辅料：纯黑巧克力70克。准备时间：30分钟到1小时。制作时间：30分钟到1小时。糖瓷锅加入100毫升水，40毫升色拉油，30克白糖，70克黑巧，至电磁炉上加热至黑巧融化，所有材料混合拌匀。底粉内加入玉米淀粉，一块过筛，往过和好黑巧糊，移离电磁炉，倒入过筛粉，搅拌至无颗粒状，拌匀，倒入分离好的蛋黄，拌匀，将余下的70克白糖一次性倒入蛋白中，用打蛋器高速搅拌到泡沫状态，调三至一蛋黄糊进蛋白糊中，用割刀用切拌的手势拌匀，重复上次操作多一次，将拌匀的蛋黄糊倒入余下的三分之一的蛋白糊中，用割刀用切拌的手势拌匀，将拌好的蛋糕糊倒入八寸蛋糕模具里，八分满，清蒸一下，预热烤箱150度烤60分钟后，出炉后倒扣放亮薄膜即可食用。烹饪技巧：戚风蛋糕可将水换成果汁或其他原料制作，随自己喜欢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